羽球世锦赛，王子维逆转圣经战李宗伟，克星世界排名17的羽球王子。王子维去年因参加台北市大运错过世锦赛，昨在世锦赛初体验演出大逆袭，历经55分钟激战后，以 15.21 分、21.15 分、21.12 分逆转加拿大华裔选手何书，晋级男单32强。今天下午1:30分将面对法国选手利夫德斯。第一局打得太犹豫，不果断，王子维表示，此局才逐渐适应球场，找回感觉，整体而言并不满意，但现在就是专注下一场比赛。曾与利夫德斯交手胜出32岁的利夫德斯，去年世锦赛首战爆冷拍下大马前球王李宗伟。今年两人又在首轮相逢，但李宗伟因呼吸道疾病退赛。王子维过去与利夫德斯交手一次，以直落二赢球。世界排名第5的周天成昨轮空，今天下午1:30分，艾尔达体育3台直播。32强战将面对世界排名30的21岁丹麦选手杰姆克。过去交手，哮天拥有对战2胜0负优势。